那不是刘家的轿子吗？哎，你瞧轿子旁边的小丫头多漂亮。丫头漂亮，轿子里边的更漂亮。谁不知道刘家大小姐是咱们桃花庄上第一号大美人呢？哎，我说卞公子，哎，卞公子，看你真是穷心未退，色心高照啊！我说这位小姐长得可真漂亮。哎呀，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，回去做买卖还店去要紧。哎，走走走，走吧。啊，一会儿就要出会了，你们就要是发出天条，可等我们好了。小姐来呀，小姐。良人，姻缘路上，姻缘路上坎坷不平。小姐，恭喜您，红兰心动了。是天上说。哎，俗语说得好，好事要多磨。您放心吧，签上不是明明写着说寄予良人吗？说不定呢，月老陪着良人在门口等着您呢。春兰，小姐，咱们取个红线吧。拿呀。
真对不起，放了您孩子又糟蹋了您的画，真不好意思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公子，公子啊啊！我们刚才不小心撞了您的字画，您看看损失多少，我们照赔。哦，不不，不用了，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。这多不好意思呢。嗯、公子、哎，我们小姐说，既然公子不要我们赔，那我们就买一张字画吧。啊。如果小姐还喜欢的话，小生愿意奉送。啊，不不不，您别客气，小姐您看看。公子，您的字真是铁画银钩，笔狗龙蛇啊。过奖过奖。小姐，公子还是位举人公呢。惭愧惭愧。公子，请问您的大号是？啊，单名一个季字。请问小姐贵姓是？我们小姐姓刘，叫月英，是刘太公的千金。我叫春兰。啊，幸会幸会。公子，您能不能在我们小姐的丝巾上起首诗？恐怕写得不好。您别客气了。如果写得不好，还要请小姐多原谅。请小姐指教。不敢。无人解析为谁开，笔刃是、啊、那小生愿意奉送。哎，怎么能叫您白提呢？那怎么成呢？哎呀，小姐，咱们出门没有带银子啊。小生愿意奉送你。啊，不不，那多不好意思。嗯，啊，这样吧，明天中午我们派人给您送来。哎，不要紧，不要客气。不不，明天中午您等着，别走开啊。哎小娘们长得可真不错。嗯，真是才貌双全。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呢？是刘太公的千金。哦，哎，你认识他吗？啊啊，不认识。哎，不认识。刚才我看你们很熟的嘛。刚才那位小姐是让我提了一首诗。哦，原来你是卖字画的呀。既然他们买了，那我也得照顾照顾你。哎，有什么现成的没有？正是您要喜欢的话，请随便挑。嗯嗯，随便挑。这大胡子是谁啊？啊，这是楚霸王。
啊？真的霸王就这长相？哼，还没我小霸王周通长得好呢。这字眼上我不行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是他做的歌词。嗯嗯，他说他的力气大，能够把山都拔起来。哦，他的气魄呢，能够把世上的人都压下去。哈哈哈！冲着词儿我也得买，小霸王买真霸王，值得，值得。哎，我给你50两银子，够不够啊？用不了那么多。啊，不不，我一定要给你50两银子的。哎呀，哎，坏了，我今天出门没带银子。啊，那么我奉送。啊，不不，咱们有这个交情，我不能白拿你的东西。嗯。哦，这样，明天我中午把银子给你送到这儿来，大爷。哎呦，我的大爷，您在这儿呢，找的我好苦啊！咱们出来这么半天，也该回去了，晚了回来小姐又该骂我了。走吧，咱们大爷，明儿给你送银子来啊。死丫头，吓了我一跳。小姐，您吃点点心。我不想吃。那您喝点莲子羹吧。我不要喝呀。小姐，您不吃又不喝的，八成有什么？
什么呀？说一声，别净顾着看热闹，把求签的事儿给忘了。哎，孩子大了，用不着你替他烦神了。不是我唠叨，我们就只有玉英这么一个女儿，为了她的终身大事，我是无时无刻不在为她着急。说实在的，养了她这么大了，还真舍不得把她嫁出去。哎，是啊，我也是希望能招赘一个女婿，那我们晚年就不至于太过寂寞了。要是他能够生个一男半女，就可以结续我们刘家的香烟了。不过婚姻大事是不能够强求的，所以我叫他到月下老人祠去牵条红线，沾沾喜气，求个签，看看他什么时候红鸾星才能动呢。夫人，小姐的红鸾星已经动了。啊，夫人您瞧瞧这个签儿。啊，红鸾星动，机遇良人啊，机遇良人。哎，春兰，你们在庙会上都遇见些什么人呢？我们在庙会上遇见的人可多着呢，有卖吃的，有走江湖练把式的，有耍猴的，有踩高跷的，哎，热闹极了。还遇上谁呀？还遇上一个卖字画的。啊，卖字画的？卖字画的怎么样？你们干什么这么鬼鬼祟祟的？春兰，我问你，卖字画的怎么了？说呀。小姐叫他提了一首诗。提了一首诗？在小姐丝巾上提了一首诗。啊，什么？在小姐丝巾上提诗？因为小姐要看看她的才学，所以当面让她提了一首诗。哦，拿出来让我看看。是。拿给我。看什么？小姐。是是是。是白居易的句子，字写的不错，就是意思清楚了点。哎，《诗经》三百篇都是些男欢女悦的事情，有什么轻浮不轻浮了？但不知人品如何呀？这位公子的相貌真是眉清目秀，仪表非凡，说起话来啊，引经据典，出口成章，人家还是位举人公呢。啊，举人公？他姓什么叫什么？他姓卞，单名一个季字儿。哎，玉英，你别走啊！让他去了。春兰，哎，那个卞公子在哪儿卖字画？在独仙桥口。哦，他竟然是位举人公，怎么会落到卖字画这步田地呢？啊，这个……哎，太公垂钓渭水，武侯躬耕南阳，夫子困于陈蔡，圣贤尚且有不得意的时候，何况是卞公子，我倒是十分的同情的。不过最好能够让我当面跟他谈谈，看看他的人品，试试他的才学，如果他真的出众，
我倒有意成全他。那好极了，不过我们批完了字还没给人家钱呢，说好明天中午给他送去的。既然您要见见他，明儿个我把他请来好了。这个你不必去，你去吩咐刘府，叫他明天中午时分把卞公子请到这儿来好。是。您明天中午的时候叫您到杜仙桥口把一个卖字画的先生请来。啊，阎王要买字画？哎，不是阎王要买字画，反正阎王叫您去，您按时候就去好了。阎王不买字画请您来干什么？您甭问了，阎王请他有事儿。你不告诉我你甭打算出去。又不是我让您去的，员外吩咐的，您爱去不去。你这个丫头，平常员外叫你做事情，你总是堵这个小嘴都不高兴。今儿这个事情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你为什么要起劲呢？你不告诉我，你甭打算出我这门。告诉你。哎，您可不许说是我说的。我不知道是什么。这是喜事啊，那我得去呀。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呀？姓卞，名季。啊，高高的个儿，圆圆的脸，眉清目秀的，一脸的书卷气。您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，明白了。你这事交给我好了，不会弄错的。你可别弄错啊。会弄错，不能交给我了。卞什么？谁来了？卞姬，卞公子，哎，怎么样啊？今天开张了吗？提了一条丝巾，卖了一幅画，那不错呀。是的，今个饭账可以付点了吧？可惜都没有收到钱啊。这写字画还带赊账的，他们说明天给我送来。明天？那不是我帮打狗一去不回头吗？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好嘛，你骂人不带脏字啊。我是小人，你是君子，君子又吃饭不给钱的。明天我收到钱就给你清账。你说的那么有把握，看书也不能当饭吃啊。我问问你，你说明天给钱，明天一定能收到钱吗？这点钱他们不会不送来的。你那么相信他，那你倒说说那两个人是谁。刘小姐。哪位刘小姐？刘月英。刘家大小姐啊？你认识？那还能不认识吗？刘太公的独生女儿刘家是我们庄上头号的大财主，刘家大小姐是我们这儿数一数二的美女，谁不认识啊？可称得起是才貌双全呐。不对，刘家大小姐出门不能不带钱呢。她临走时候跟你怎么说的？她的丫头说明日中午就给我送钱来。我不信，你说说他丫头叫什么名字？春兰。对呀，你不信是不是？你看，这是刘小姐留下来的红线。用饭吧，卞公子。公子，您请坐，您请坐。现在根本谈不上，就算是有那么一天，我为的是情，不是为钱。不管为什么，反正您是该转运了。公子。这两天我早看出来了，您印堂发亮，一定遇见贵人的。您吃着吃。刚才您说给刘小姐提了副丝巾，还有一幅画是谁买的？周通。周通，您先等等吃。您再说说是谁？周通的，你也认识吗？也认识。得了，您这钱甭要了。为什么？
周通的外号叫什么您知道吗？他说他叫小霸王。还是他是霸王，您惹得起他吗？那我不惹他就是了。您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？二寨主，寨主呢？在二寨主请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怎么这么晚才来？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去逛庙会去了。寨里有好些事等你商量。您跟玉楼商量好了不就行了吗？我在这也没有用的嘛。你倒有自知之明啊。八天会上还热闹吧？哎呀，别提多热闹了，今年逛会的小娘们一个比一个的标致啊。你的毛病老改不了啊。大哥，今儿我在渡心桥口啊看见了个小妞，呵，别提多漂亮了。哥哥，怎么你又看上人家了？你净顾着在庙会看小妞，就不打算接我回去了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不是我说你，你可不能再抢劫良家妇女了。你又来了。二妹，自从爹妈死了以后，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一家之主啊。再说我还没有娶媳妇儿，就在外边玩玩，你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呀。大哥您说对不对？我说不对。哥哥，咱们当初上山聚义的时候立下的是什么规矩？难道你忘了？我没忘啊。怎么说的？搭的贪官污吏结的是不义之财，可是没说不让我娶媳妇儿啊。哦，把人家大姑娘抢来成亲，这能算娶媳妇儿吗？这是我的事儿，有我这个妹妹在一天，就不许你横行霸道。你管不着。我偏要管。管不着。我偏管，我偏管。哎，这是何苦呢？贤弟，不是我帮着玉楼说话，你实在不能再在外头胡来了。再说自从咱们在黑森林做了几档子买卖之后，官府对咱们很注意，风声太紧，我看你还是搬到山上来住。什么？对了，也省得他在外边惹事儿。叫我搬到山上来住，那怎么成呢？怎么不可以？家里不是还有好多事儿吗？家里的事儿由我管，你还不放心吗？不是我不放心你，我自己还有事呢。什么事儿？我是有点事儿，这我一时想不起来了。这大爷，您不是刚买张字画，您没给人钱，您答应没人给人送钱去了？对，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件事情。慢着，周才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帮着大爷说瞎话啊，你可小心点。您想想，我在您几位眼头了，我敢说瞎话吗？大爷打小就跟书本没缘，怎么会想起买字画的呢？嘿嘿，您不相信不是？我还能蒙您吗？您瞧瞧，我说话你们都不相信。大哥您瞧瞧，这字写的好坏我可不懂，这词儿可真不错。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，霸王困于垓下，孤将自刎。哎，你们笑什么？这是骂你呢。啊，骂我？你的外号不是叫小霸王吗？是啊。他替你画了一幅楚霸王的画像，你就得意了啊？这幅画啊叫霸王孤将自刎图，就是说你呀跟霸王一样英雄末路，你呀离死不远了。嘿，小子。卞公子，卞公子。哎，张员外让你给他写寿账去。我现在有事。哎呀，怎么上门的生意你往外头推呀？
我在等人。哎，不要紧的，你去跟他写，我这给你看着摊子，万一有人来了，我让他这等会儿。不行啊，我也要紧的事嘛。你真是的，还有什么事情比张员外的事更要紧呢？哎，你不想想，这条路，这座桥，连你摆摊这块地都是人家张员外的。这个，哎，他别这个那个的了，快去吧。哎呀，这个，那么要是有人来，你叫他等一等吧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你放心好了，快去吧。哎，我找你了，二母，你痛快一点来。周大爷，周大爷，刚才那卖字画上哪去了？他给张员外写寿账去了。您有什么事吗？我当然有事了。有什么事您告诉我好吧。凭什么跟你说呀？快去，给我找回来。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去啊！去啊！员外请你去一趟。你们员外请我啊？嘿，昨天您不是替我们小姐提了首诗，员外看见了，所以请你去谈谈。提了首诗啊？嗨，您弄错了。哎，没错没错，说得清清楚楚，那么高圆圆的脸儿，眉清目秀，一脸的书卷气，就是你呀、啊。您姓这个？我姓周。啊，对对，周公子，周公子，哎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哎，你说了半天，你们员外是谁呀、啊？我们员外这刘德明，刘太公啊。啊？刘太公？嘿嘿，你想起来了吧？有一件事情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千万不能说我跟你说的呀。哦，你可走了运了。走运了？哎，那个春兰呐、啊、她跟我说，这个春兰就是跟我们小姐一块来的那个丫头啊。啊，她说呀，我们员外要招你做女婿喽。哦，招我做女婿？是啊，这么好的事情你还不赶快走。员外，员外，啊，员外，公子请到了。好，说我有请。是。公子啊，员外有请啊。啊，你就是刘员外啊？咱们是神交很久了。是，请里面。啊，好，请。哎，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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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咱们也算是门当户对啊。
哦，聘礼呢，等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来啊。这您请坐，老朽告个便。好，请便请便。这位公子不对吧？啊！我说你找来的这位公子不对吧？对呀、啊，亲娘，春兰跟我说的，在杜鹃桥口那个摆字画摊的，就是他呀。少啰嗦了，把春兰给我找来去。哟，不是为了我吧？您瞧瞧您绣的花，小姐，您今儿个为什么这么心神不定的？别着急，吕布早就去了，阿晨啊，人家已经来了都说不定呢。讨厌，人家手都扎疼，你还……小姐，怎么了？生我的气呢？小姐，哎，听到没有？吕布来报喜信了。哎，大叔啊，您是不是把卞公子请到了？请到了，早就到了，员外叫你呢。哦，我就来啊。小姐，听到没有？卞公子已经请到了，员外叫我去呢。你有什么话要不要我带个信儿给他？死丫头。承蒙员外看得起，将小姐许配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婿大礼参拜。这怎么敢当？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呢？实在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请起。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呢？这个头小婿早晚要给你磕的嘛。哎，不，哎，公子，请起来。老小实在是不敢当。这说话的老赵是太客气。公子请起。请坐，请用茶。老朽告便。哦，老丈人您请便，您请便。长老，这个人不是卞公子。啊！糟了，糟透了！您赶快想个办法，这个人不是好人呐。哎，都是你闯的祸。啊，什么的？都是你闯的祸。真对不起，是老朽糊涂，还没请教公子的尊姓大名呢。早晚你也要知道的，告诉你也没有关系。小俊在这桃花庄上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姓周名通，人称小霸王。哎，我说老丈人，您别害怕呀。从今儿起，我这胳膊肘就往里拐了。谁要敢在这桃花庄上欺负你，我叫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公子，不，周大爷，今天的事情完全是出于误会，是老朽我不好。我本来是想请人来写副对联的，所以才吩咐刘福到杜仙桥去请卞公子。谁知道这个蠢材耳聋眼花，把周大爷给请来了，真是万分抱歉，我给您赔礼。啊？哦，
你不是请我，请的是卞公子。是请错人了，真是对不起。不对呀，他要不是说招亲，我还不会到这儿来呢。不，是刘福弄错了。小女尚未及笄，这现在还谈不到婚姻问题。呸！尚未及笄，你这叫胡说八道。昨儿我在庙会已经看见过他了。姓刘的，你别给我装糊涂。告诉你，头我也磕了，老丈人我也叫，这头亲是不答应你的答应。今儿晚上我派轿子来接人，谁要敢拦我，可别怪我小棒翻脸无情。周大人，周大人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阿姨，阿姨夫人，怎么了？阿姨，快搀人住啊，快搀人住。月英啊，哎呀，家姐，我怎么三长两短呢？像我有什么活呀？月英啊，好了，醒了。哎呀，我们怎么疯？月英，哎呀，老糊涂，你还不赶快去报官？好，爸，被叫的，啊？包饺子，被叫的老糊涂。我的妹子怎么哭啊？小姐，别净哭，咱们总得想个主意呀。事到如今，我还有什么主意呀？兰儿和夫人会有办法的，难道说还能眼看着周通把您给抢去吗？话虽然说得不错，可是事情来得这么急，员外除了霸王官府以外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周通势力大，防不胜防，万一我被他们抢去。小姐，吉人自有天相啊。您还记得吗？您在月下老人祠求的那个签，不是明明写着姻缘路上坎坷不平吗？过了这一关呢，就没事了。可是我怎么能过这一关呢？您别哭嘛，我替您想想办法。哎，小姐，这么吧，干脆啊，咱们来个女扮男装逃走算了。那怎么成呢？我一年也难得出趟门，什么地方都不认识，叫我逃到哪儿去呢？再说，我这么一逃，周通绝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，这不是叫员外跟夫人更为难了吗？小姐，你听我说呀，死有助于泰山，也有轻于鸿毛。您这么一死，您说您值得吗？再说事情由卞公子而起，您为他引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他连知道都不知道。俗语说得好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我看呢，还是把他找来，叫他给咱们想个办法。我有什么法子呢？哎呀，没法子也得想法子呀。我们家小姐为了你，家里出那么大事情，怎么你现在想不管了？姑娘，你先别吵啊，你让我慢慢的想一想啊。什么这个那个的，等你想出办法来，我们小姐早就出事了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别给我拽文了，我看呢，你还上我们那儿去一趟，当面跟我们小姐商量商量。那怎么成呢？有什么不成的？走，跟我走。这怎么成呢？男女有别，我怎么可以私入小姐的闺房呢？这与礼法不合，我不能去。哎呀，到这个时候还讲究什么礼法不礼法的？走，跟我走嘛。姑娘。
这不大好啊。有什么不好的？来。哎，春兰姐姐，有什么话在楼下再说吧。我不是废话，你跟我走。哎，春兰姐姐，来吧，可以的呀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那还是让我走。哎呀，来吧。哎，这怎么像话呢？阿姐，电公子来了，电公子来了。电公子，您先坐一会儿。哎哎，春兰姐姐，男女有别，这实在太不方便了，我还是到外面去等您。哎，您可不能走，好容易把您请来的，坐下坐下坐下。小姐，阿姐，小姐，卞公子来了，卞公子来了。哎呦，您别躲呀，您跟人家见个面呢。还是让我走吧，要是给别人知道了，我这个私闯绣楼的罪名可不得了啊。哎呀，可急死人了。卞公子，你不能走，不能走。我说卞公子，我们小姐为了你才惹下这个大祸，眼瞧着周通就要来了，要是万一被他抢走，我们小姐只有去死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你虽不杀伯仁，可是伯仁因你而死。卞公子，你能见死不救吗？当初万喜良跳墙避祸，看见孟姜女的手背，孟姜女就以身相许。今天你不但进了刘家，而且还进了我们小姐的绣房。公子，你跟我们小姐的名分就算定了。你要是明白人，就不应该再拘于礼法，早点想个办法出来才是。再这样扭扭捏捏的，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小姐，卞公子，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哎呦，人家都替你们急死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有我在这儿，你们说话不方便是不是？好，我走，你们自个儿的事情自个儿商量。哎，不不，哎，春兰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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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能走。回来，我去拿点东西，你赶快叫小姐下来跟我躲一躲啊！哎呦，一个是眼观鼻子鼻观心，一个是低头不语，你们知道吗？强盗已经在打门了啊！强盗已经在打门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我早就跟你们说，快点想办法，你们都不听。我说卞公子，你念了那么多书，念到哪儿去了？怎么一点主意都没有呀？这可叫我怎么办呢？我真是万分抱歉，一切事情都是因我而起，现在我只有一死来报答小姐的知遇之恩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都是我命不好连累你，还是让我死算了。不不不，还是让我死。不不，我死。不不，我死。不，我死。我死。我什么？你死我死的，我都烧到眉毛了。强盗要是冲进来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现在你也没主意，他也没主意，还是我来出个主意。小姐，跟我走。到哪儿去呢？让我跟卞公子说两句话。小姐，你有话快说呀。卞公子，因为我担惊受怕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事到如今，我也顾不了羞耻，只要公子不嫌弃我，我愿意把终身托付给公子。趁小姐抬爱，真是三生有幸。为了小姐，我就是粉身碎骨，再说不辞。
公子，我心神已乱，临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东西。这条丝巾上是我绣的花，你提的字，请你留在身边。春兰，怎么还不下来？哎，小姐，快走，快走，小姐。侯爷，员外，出来！我真真的不知道。那小姐呢？在哪？在绣房。您来等着啊！二人把我宝贝给吓坏了。是。春兰姐姐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别着急，咱们想办法。你不是说已经有安排了吗？是啊，我想一想嘛。春兰姐姐，我手无缚鸡之力，要是真的强盗打进来了，那我怎么对付他们呢？有了，我有办法。哎，你告诉他们，大家都在门口等着我啊！是，来。也不像话了啊！这二妹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。这又是哪儿抢来的？哎，不，这回可是明媒正娶啊！哎，你要不信，你问他们好了。周才，我问你，你们这是抢了哪家的姑娘？说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反正我是明媒正娶，人家就是心甘情愿的。你，小姐，不是的，我不是心甘情愿的，放我回去吧。
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抬下去。二妹，这不成心给我捣乱吗？大哥，明明人家不愿意。再说婚姻大事是不能够强求的，现在我暂时把他抬到我那儿去，让我好好劝劝他。要是他答应了，我马上送出来让你们成婚。要是人家一定不答应，那可不能怪我多管闲事了。哎，二妹，二妹，大哥，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，在我劝他的时候，谁也不准到后院去。要是让我逮着了，可没什么便宜。小姐，您这爱管闲事的脾气老改不了，你少管，时候不早了，去睡吧。小姐，小姐，您的床我还没铺呢，我自个儿铺好了。是。姑娘，让你受惊了，把盖头掀了，咱们谈谈。我来帮你掀，来，咱们谈谈呢。来来来，好好好，就这么说吧。告诉我，你姓什么，叫什么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别害怕，咱们都是女人，女人跟女人。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呢？我跟我哥哥虽然是同胞兄妹，可是我最不喜欢我哥哥的行为。刚才我在前院所说的一番话，你不是都听见了吗？你放120个心，你要是喜欢我哥哥呢，我马上送你出去跟他成亲。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呢，我明儿一早就送你回去。我说姑娘啊，你到底是愿意呢还是不愿意呢？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也不便勉强你。现在天已经很晚了，你就将就着在这儿过夜吧，明儿一早我就送你回去啊。什么？跟你跟你一床睡？怎么，你还不放心我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来吧，把衣服脱了他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哪有穿着衣服睡觉的呢？来来来，脱了他，脱了。我不能脱呀。你瞧你这个人真别扭，不脱算了。哼，你不要睡觉，我还要睡觉呢。在这过夜吧，跟我在一块儿啊，平安的多了。快脱了衣服睡觉吧。瞧你娇生惯养的，离了丫头连衣服都不会。来，我帮你脱。哎，你跑什么呀？不能出去，告诉你，你不能出去。
告诉你，你要是再不听话，我可不客气了。哎，你怎么穿个鞋上床了？说的全是实话，如有半句虚言，我不得好死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是个男人？小姐，我是个读书人，读书人焉能不守礼法？事情实在是出于无奈，还请小姐原谅我。事情当然不能完全怪你了，要不是我哥哥逼着你们，也不会出这样的事儿。可是人言可畏，万一传扬出去，我们都不好听。再说你男扮女装，要是让我哥哥知道了，他也绝不会饶你的。小姐，你好事做到底，赶快放我回去吧。啊，放你回去不难，可是你能知道我哥哥不再找你麻烦吗？这，所以我看你只有离开这儿。离开桃花庄？嗯。可是他要再去找刘小姐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你可以放心，我有办法管着他。不过我觉得奇怪的是，你既然已经中了举，竟为了儿女私情不求上进，现在考期已尽，你为什么还不进京呢？实不相瞒，我在这儿生了一场病，带来的钱都用完了，囊中羞涩呀。既然如此，你等一等。卞公子，这50两银子你拿去吧。萍水相逢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不要紧的，这是我的私房钱。你待我这番情谊，我何以为报呢？只要你发奋考取了功名，也就不辜负我这番意思了。这，不要多说了，快点走吧。惭愧。慢着，我哥哥恐怕还没睡呢，跟我来。刘小姐是不会知道的，我又不能给她送信儿，这怎么办呢？我虽然不认识刘小姐，总会有机会托人认识的。可是无凭无据的，
就算是我有机会跟他说了，他又怎么能够相信我的话呢？哦，这是他给我的信，请小姐留下，将来有机会见了他请再转告。如果我功成名就马上回来迎娶，海枯石烂，此心不变。我知道了。承蒙小姐大的帮助，我便机莫迟不忘，后会有期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啊，找谁呢？你们大爷在家？我们大爷。大爷！大爷！大爷！周大爷。原来是二位，有什么吩咐吗？县里有公事，请你马上过去一趟。二位来的正好。今天是小弟娶媳妇儿，就请二位到里边喝杯喜酒吧。不，县太爷请你马上就去。哦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县太爷的意思。我周同对你们平常哥几个可不错呀，怎么今天你们连一点交情都不放了吗？对不起，这个公事公办。走走走走，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啊！你们怎么可以贸然把卞公子带到绣楼上去？万一要是传扬出去，我以后怎么做人呢？事到如今，你埋怨他也没有用了。再说，要不是卞公子仗义相助，周通真的把玉英给抢了去，那可怎么得了哦？现在就得了了。周通发现他是个男的，事情就完了。员外，这也是没有法子。才把他请来救救急的。糊涂，你们简直是害了卞公子了。妈，要是卞公子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也……孩子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。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，要是闹开了，对你这做父亲的脸上也无光彩啊。我看你还是想法子把卞公子救回来要紧。除了去求县太爷之外，还能有什么别的法子？那你还不快去啊？等你说还来得及啊。我厚着脸皮不知费了多少唇舌，好容易求的县太爷答应我，现在已经派人到周家去接人去了。大爷这次被抓去都得怪你，你是怎么伺候大爷？小姐，我真冤枉，我常劝我们大爷别惹事，他总是不听，您说我有什么法子呢？还敢胡说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要不是你在大爷面前乱出馊主意，绝不会出这个岔。小姐，您总得想法子救救咱们大爷呀！哼，这也是他自作自受，让他吃点苦头也好。小姐，您也不是不知道，咱们大爷一向是任性，您看在死去的老爷子的份上，您也应当出个主意。再说抢亲事小，黑森林劫黄杠那档子事，要是捅穿了，那不是闹着玩的。那么，明儿一早上山去给李寨主送个信儿，让他拿个主意。是。开门啊！小姐，三更半夜怎么会有人叫门呢？你去看看去。小姐。要是留下来要人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哎，不要紧，我正要到刘家去呢。一来想看看刘小姐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美人，二来做个顺水人情，把扁公子和我的事儿也好有个交代。开门啊！哎，你大爷已然让你们抓走了，你还找谁呀？你过去找我啊！小姐。你们找谁？我们找刘小姐。我就是。小姐，小姐。那很好，我们奉县太爷之命接您回府。好，我跟你们去。好。
这是我们员外分部赏给你们喝的。别客气，小意思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谢。哎，请里边喝杯茶吧。不，我们衙门里还有事呢，改日再见了。对，再见啊。啊，公子，哎，请下轿吧。哎，公子啊，哎，您下轿吧。哦，好，您放心吧，这是里屋宅，员外啊费了很大的劲才接您来的，现在在里头等您呢，快下轿吧。嗯，是不是卞公子接回来了？大概是的吧。员外，员外啊，卞公子接回来了，快请进来。他不肯下轿啊，不肯下轿。员外，您想，卞公子是位堂堂的举人公，他身穿女装，怎么好意思下轿呢？我已经把他的衣服拿来了，您叫刘福叔叔给他送去，让他换上，他自然就会下轿了。对，刘福啊，是，你把这衣服拿去让卞公子换，说我有请。是，我去告诉小姐去。公子受惊了，请到里边坐，请到里边坐。公子请坐。刘叔是代茶，是，请坐。员外请坐，请。蒙公子慷慨仗义，待小女解围，老朽非常的感激。哪里哪里。公子男扮女装，待小女受难，堪称豁达二字，非一般妇孺可比，老朽真是十分的钦佩。好说好说。恕老朽冒昧，敢问公子可曾婚配？我已经许配。啊，你啊，不，小生尚未娶妻。哈、啊，既然如此，老朽想把小女许配公子，不知公子的意下如何？那怎么成呢？什么？公子私闯小女闺房，这名分已定，岂容反悔吗？啊，不，我是。难道公子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小生乃一介寒士，恐怕高攀不上。哎，这是哪来的话呢？我绝不是嫌贫爱富之人，况且公子少年中举，将来必成大器，这件亲事，哎，就这样决定了吧。我有一个非分的要求，我能不能现在就跟小姐见个面呢？俺女受不轻，可易而不可再。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女的跟女的见个面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什么？女的跟女的？我说错了，男的跟女的见面是不大妥当，不大妥当。我看你们的婚事是越快越好。对了，明天就是黄道吉日，我就给你们举行婚礼，免得节外生枝了。哈，你也辛苦了，也该早点休息了，今天晚上就在书房里委屈一点啊。刘福啊，好好的伺候公子 啊。是，好，告别。员外请便。公子请书房安歇吧。这个被褥是我们夫人给您预备的，您要有什么不方便尽管吩咐，我就住在门房，随时叫我好了。您也累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啊，明儿还要做新郎官呢。
哈哈哈哈，哎，我给您宽一些。啊，不，哎，不要紧，您又不是大姑娘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我不习惯，还是让我自个来吧。哦，那么您歇着，我明儿见吧。卞公子，你怎么还没睡呀？你是谁？哟，怎么连春兰的声音都听不出了？春兰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小姐知道您来了，亲手炖的莲子羹叫我送来给您压压惊。哦，你代我谢谢小姐，我不想吃，我要睡了。哎，您这样不是辜负了我们小姐的一番好心了吗？我看呐，您还是吃了再睡吧。不，我不要吃嘛。哎呀，您怎么连衣服不脱就睡了？春天到了，当心着了凉。啊，你不是卞公子，你是谁？我。我去告诉员外去。哎，员外，听我说。敢假冒卞公子，我去禀告员外，拿你到县府去问罪。拿我去问罪？小姐，你可得弄弄清楚啊。我虽然不是卞公子，可是我有卞公子的权利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不跟你说，你也不会明白。你知道卞公子是谁？是我的结拜兄弟。哼，卞公子这没长眼睛，跟你这种人结拜，我哪点不好？你既然是卞公子的结拜兄弟，你就不应该做出这种无耻的事。刘小姐，你先别骂人，等我跟你说完了，让你心甘情愿。你说，卞公子是个举人，他本来是上京赶考去的，没想到病倒在此，所带的银两也都花完了，又赶上考期已尽，逼于无奈跟我借了50两银子，算是把你让给我了。我听说你是庄子上的第一号美女，也就答应了。你胡说，卞公子绝不会见财被义的。
我不信。我知道你不信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花是你绣的，字是他题的，这样的信物，难道你还不相信？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卞公子，你不该为了功名把我抛弃了，更不该为了缺少盘缠把我转让给别人。事已至此，我看你就跟了我算了。这种狠心的人，你还想他干什么？公子，我虽然不是什么官宦之后，但也是书香之女。俗语说得好，好马不配双鞍，烈女不侍二夫。我既然和卞公子定了终身，就算他变了心，我也绝不会再嫁别人的。公子，50两银子由我还给你，请你立刻回去吧。慢着，银子我不要，我要的是人。你一定要嫁给我。你不要逼人太甚。我是善财难舍呀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该上床睡觉了。唐成亲，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寨主，我早就来了，我这儿等了您一天一宿了，您都没回来，您上哪儿去了？怎么连个话您都不留呢？奇怪，跟谁拜堂呢？刘德明，我只知道他有女儿，没听说有儿子。这个您说我们大爷抢刘小姐根本没有您的事，刘员外为什么要通知官府？不管3721把咱们小姐抢起就走，您说他安的什么心呢？再说刘员外家里没有第二个男人，除去刘员外以外，您说还会有谁呢？来人呐！是。跟我试试。你真讨厌，害得我昨晚上做了一晚的噩梦。哎，我这么做是想试试你对卞公子的情。我不怪你，春兰最可恨，知道了都不告诉我。你不能怪他，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卞公子临行之时千嘱万嘱让我告诉你，免得你为他担心。看你们倒真是美满的姻缘。可是我这个假戏真做的人可怎么出这个门呢？是啊，你不能就这么一直瞒下去的呀，万一有一天叫员外知道了那怎么办呢？我看我还是早点离开这儿吧。那怎么成啊？昨天刚拜完堂，今天姑老爷就不见了，那不成了笑话了吗？我有我的家，我也有我的事儿，总不能在这儿待一辈子吧。再说等卞公子回来以后，你们俩成双作对的，我算什么呢？啊，小姐，我倒有个主意了。你说说看。您不是说卞公子进京赶考去了吗？是啊，待会儿啊您给员外请安的时候啊，您就这么说，
小婿承蒙员外抬爱，将小姐许配，真是三生有幸。无奈小婿功名未就，同时考期已尽，心急如焚。小婿急于进京赶考，如能侥幸金榜题名，不但光宗耀祖，还能报答岳父大人厚爱之恩。无意嘛是不错，不过你们结婚还不满一天就要离开，实在不成体统。万一让外人知道了，对我们的家声也不大好听。是啊，人言可畏，要是传扬出去，我们怎么做人呢？这后果小婿也曾想到过，可是实在是因为考期逼近，为了功名，不得不出此下策，上请岳父岳母二位大人原谅。嗯，求取功名这也是大事，不过你的意思怎么样？公子的功名要紧，女儿不能为了儿女私情误了公子的前程。女儿是赞成公子去的，再说姑老爷要是考中了，不但光宗耀祖，就是员外您和夫人也光彩。既然月英也同意了，我们做长辈的当然不便阻了。好，今晚我给贤婿饯行。多谢岳父。岳父不要惊慌，让小婿来对付他。小婿小的时候学过一点拳脚，这几个毛贼我还对付得了。不过您二位千万别出去，免得受惊。原来贤婿真是文武全才呀、啊！过奖过奖，您放心好了，他们再也不敢来了。哦，可是姑爷明天就要动身了，要是那些强盗再来生事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相信官府一定会对付他们的，他们绝不敢再来惹是生非了。哦，对，听说刑部的公文已经到了，那个小霸王周通明天就要押解进京了。哦。
的妞给放走了？是我放的，怎么样？你凭什么？就凭人家姑娘不愿意。就算她不愿意，人是我交给你的，你放了她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明媒正娶我不管，强逼成婚到我这就办不到。哎，这谁说我不是明媒正娶啊？那媒人是谁啊？你管不着。管不着也要管，管不着也要管。哎，何必呢，何必呢？你们兄妹二人为了这点小事又吵起来了，大丈夫还怕没媳妇儿吗？为兄的将来给你物色一个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人给抢回来，抢回来他也不告诉我们说就把人给放走了，这简直太看不起我了吗？看不起你，你也不想一想，你所作所为哪一点让人看得起你？当初咱们聚义的时候怎么说的？杀的是贪官污吏，劫的是不义之财。你强抢良家妇女，逼人成婚，你这种行为算得上是英雄好汉吗？好啊，你居然敢教训我！今天我非给你点颜色看看不可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是何苦呢？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，这不是叫人家笑话吗？好了，玉楼，看在我的份上，算了，进去歇会儿去啊。哎。大爷，您干嘛跟他们生那么大气？气什么？哎，您先别生气，我是吃谁像谁的，我倒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这是干什么的？这个，这是我们大爷瞧起你，给你下的聘礼啊。今儿晚上我们大爷就来成亲，你们小姐的绣房啊，就算是洞房。这次你要再敢报告官府，你可知道我们桃花山寨的厉害？我要烧你个片瓦无存，杀你个鸡犬不留，你听见没有？今儿晚上可都给我准备好了，走吧。大家是五台山的和尚云游之时，肚中饥饿，请施主行个方便，留我在此住宿一宿，明日早行。哎，我们这儿每逢初一十五放阵，平日概不施舍，给出家人行个方便。哎，没什么方便不方便，说不说即不舍呀。老奴才休要无礼。哇，好啊，你这个臭和尚、赖和尚、狗日和尚，你把我奴才，你再不走我报官府抓你。好，洒家本来可以到别处去谋划，你既然报我官府，洒家倒非还不可。哎呀，冤枉呀。好，快点说。出事了啊！那个何人打进来了？就是这样的事情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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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家人不得无礼，我们应以慈悲为怀，为什么这样的莽撞？施主有所不知，洒家是五台山的和尚，路过贵庄，想化一餐饭菜，想不到贵管家出口不逊，因此才闯入贵宅，还请施主原谅。刘夫。是，怎么可以出口伤人呢？师父，看在老朽份上，不要跟他计较，请到里边待茶。阿弥陀佛。请坐。请问大师，贵上下怎么称呼？俗家姓鲁，法名智深。来是智深大师。是。刘福。是。预备斋饭。马上。
洒家不计荤腥。既然如此，拿酒菜来。啊，和尚哪有不吃素的？少废话，下去。哦，门外请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洒家从不勉强人家施舍，施主唉声叹气，好不扫兴。大师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老朽我有难言之隐。哦，施主有难言之隐，请说出来，洒家也许可以替你分忧解愁。说也没用，这件事不是出家人管得了。洒家虽然是出家之人，但本性好管闲事，请施主直言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对你实说了吧。我们桃花庄出了一个恶霸，叫做小霸王周通。小霸王周通，光临寒舍，蓬荜生辉。哎，老丈人，您是长辈，何必这么客气呢？老朽上次多有得罪了，还请见谅。只要你把女儿嫁给我，过去的事咱们就一笔勾销。承蒙原谅，请。好，周大爷。老朽略备水酒招待贵管家。哦，老丈人你也太客气了。刘福啊，是是是，好好招待他们啊，请他们不要客气。哦，周大爷请。请。哎，预备好了咱们喝呀。周大爷请坐。哦，好好。老朽略备水酒不成敬意。这杯酒我一定要喝的。老丈人请坐。周大爷请上。好好好。老朽敬周大爷。哎，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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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哈哈。请。哦，谢谢老丈人。我说老丈人，为什么不请小姐出来陪我喝两杯啊？小女不会喝酒的。这什么话呢？今天是她大喜的日子，她应该出来陪陪新郎官。你孩子家怕羞，她不敢出来啊？怕羞啊？那她在哪儿呢？在绣楼上。绣楼。老丈人，带我去，走啊你！在楼上。现在用不着你，去你的，我自己上去。我告诉你，
你要是骗我，你可小心你的老命啊！新娘子，我来了！新娘子，我来了呀！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我来了！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你在哪儿呢，新娘子？新娘子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新娘子，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呀！洞房怎么那么黑呀？啊？怎么见面就给一脚啊？啊，是你家姑娘的下马威。好一个下马威啊！我说姑娘，你好大劲儿啊！好了，下马威你也使了，咱们也该上床了吧？爸爸，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才许你上床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儿，别说是一个条件，就是一百个条件。我都答应你，你说好了。你得先给我磕仨响头。啊？什么？给你磕头？哪有给媳妇磕头的啊？你磕不磕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磕，我磕，怕媳妇发财的。一个。两个。三个，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？嗯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你爷。您饶命啊，您饶命啊，我今天看着脖子面上饶你一条狗命，下次如果再敢胡作非为，我饶得了你这把刀就饶不了你。是是是是，师傅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呀。去哪儿？找啊，大爷，去。岂有此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姓刘的不过有几个臭钱就勾结官府，简直仗势欺人。
慢着，我有点不大信。哥哥，你刚刚说的全是实话吗？哎，小姐，这回啊，咱们可是买货没买盆啊，咱们待在家里了。你别跟我瞎说，到底大爷为什么给刘家打成这样的？我绝不是帮着我们大爷说话，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亲眼得见。自从您跟我们大爷为刘小姐吵了几句嘴以后，我也劝我们大爷了，以后呢要改改行为。我们大爷呢也真让我给说动了，心里想想，上次的事实在有点过意不去，就带我到刘家，想给他们赔个不是，叫他们别再惊动官府。咱们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哎，不就完了吗？对呀，这话没说错呀。是啊，本来咱没错嘛。我们大爷还叫我封了50两银子，算是赔礼。没想到一进刘家门啊，话都没说就出来个和尚啊。和尚，嘿，这和尚可真厉害呀！不问青红皂白就搂头就打，这也太过分了。这还不算，顶气人的是，我们大爷说了，我是桃花山寨李寨主那儿的人。嗯，江湖上我还有点小名气，提起我，他多少得给点面子。哎呦，不提您还好，提起您来，那和尚是破口大骂呀。他骂我什么？他骂您。哎呦，别提多难听了。你说啊，说呀。那和尚说啊，你们小小的毛贼也敢占山为王，明日要上山火烧了你们贼窝，把你们这几个猴崽子一个个都给宰了。好，你这话可是真的？奴才有几个胆子敢在你眼头上说瞎话吗？和尚也未免欺人太甚。大哥，千万不要莽撞，不要拦我，我倒要看看那个和尚是哪一路的高人。无名之鬼，和尚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倒说呀！冤！啊！想，还想要报复？哎呀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哎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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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
砍下也不死无名之鬼，大不姓门出来。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。打虎将李正就是我啊！原来是李天帝啊！请问师父法名？我就是鲁达。哎呀，原来是鲁大哥，方才小弟多有放肆，请大哥原谅。真是大鬼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等会儿，施主，实不相瞒，李寨主是我多年之交，为人慷慨好义，不失为绿林好汉。是，大哥夸奖。周贤弟，你行为不检，鱼肉乡里，我看在李贤弟的面上宽恕你一次，以后要洗心革面，好好做人。是。李贤弟，我把周贤弟交给你了，请你多加约束。刘员外仅此一女，你许配卞公子，亲事已定，你不要再自寻烦恼。如果再不检点，叫我知道了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是，事情已经办好了，员外，这你该放心了吧？谢谢。来，我们大家干一杯，恭祝令婿早日高中。